国务院总理李强二十九号在京会见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。李强表示，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拜登总统在印尼巴厘岛成功会晤，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，为中美关系指明了方向。相互尊重、和平共处、合作共赢，是中美相处的正确之道。希望美方与中方一道努力，拿出更多务实有益行动，把中美关系维护好、发展好。 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，中方愿同美方加强经贸领域对话合作，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发展。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。 雷蒙多表示，拜登政府支持中国发展经济、改善民生，无意遏制中国发展，不寻求同中国脱钩，愿同中方保持沟通，维护美中正常经贸关系，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。美方也愿同中方加强在人工智能、气候变化、打击芬太尼等领域合作。